couldn't let you do.这天晚上，戴新贵还是决定去给办喜事的一家人道个歉。真是向崔子谦、向你们各位道个歉啊，真对不起。没有什么意思。主人家说你们年纪太小了，也不懂事，就原谅你们。我们已经给你们钱。就是下次肯定不会再犯了。没有，反正以后有什么活动，你通知我嘛，我肯定不会闹事。可以。你们有什么计划？没办法啊。